今天呢，身为桃园人，我终于来到新开幕的桃园 X Park 啦！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带大家一起逛。现在 X Park 大概开幕一个月左右，相信很多人都已经风闻过它的风采。今天就是换我来带大家逛逛 X Park 到底有什么好逛的，然后它的卖点跟它厉害的地方到底是哪里。第一次进来的时候，它有那个鱼群这样子的表演。下一区是珊瑚前行，因为这边呢就是珊瑚生态，说到珊瑚礁就是要找尼莫啊，尼莫。你们知道珊瑚其实动物平常就是用触手猎物，他们又会进行光合作用，比陆地上的植物还厉害，所以现在珊瑚就是快要灭绝，其实是非常不好。知道我是 HOME 的粉丝。现在在巡回演出，我会表演哎、欸。我觉得他们这水族馆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光影都做得很好，你看它这个地板是投影出来的，他们连这个细节都做得超好，进来就会很有感觉，因为这里是热带雨林区啊，这个小巧思有顾到，因为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冷气超级强，然后一到雨林区这里就蛮热的。好，我们现在从热带雨林来到了寒带，有没有感觉那个温度就不一样了？好可爱。我觉得最漂亮的地方，它在水母区厉害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有灯光，然后再加上它灯光会每一个阶段都会变不同。更厉害的地方是它播的音乐是久石让的音乐，整个就会觉得很有气氛耶。你没有玩过企鹅岛，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从国王企鹅开始养起，国王企鹅太无聊了，我觉得最可爱的是麦哲伦企鹅，会妨碍那个拍照的。对哦，那就是你的水吸引到它。没错。在看的时候，就有一只麦哲伦企鹅走那个上面的天桥，然后它屁屁就露出来。